谁叫你拍手？欢迎来拍脸票，拍呀！喂喂，你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说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这我这你呀！哎呀哎呀哎哎哎呀！你偷我来这里干什么？花花野里的这么多蚊子，这什么偷偷啊？你先坐下来。坐下来啊？对，坐下来干嘛？坐下来开工啊！开工啊？开什么工啊？开什么工啊？啊？你说开什么工啊？开什么工啊？把钱交出来。钱？什么钱？什么钱？你口袋里的钱啊？还什么钱？什么意思？抢劫啊？对呀，怎么样啊？你以为真的是开工啊？你也不烧泡尿自照照你自己，讲的什么德性，还想吃火豆腐啊？我懂了，你从那边拖我进来，就是想把我骗到这里荒山野岭这里，想要我身上的钱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呵呵，不要以为你是个女的，等一下我可打你了。你拿不拿出来？呵呵，你叫我拿我就拿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小胳膊小腿的，哪想不要我的钱？没门，真的是没门是吧？对呀。在这里拍手，我也来拍两下，拍呀！哼！两位大哥，有事吗？啊？干嘛？干嘛？嗯，有什么事吗？赶紧把你身上十斤的东西全部交出来！听到没有？交出来吧！我可算听懂了，你是一伙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怎么的？要钱是不是？钱？切，没有啊，毛都没一根。我告诉你，我看你个年纪，应该也是有老婆儿子的。你想一下，你的小命不保了，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妻儿，什么个意思？对呀，我们出来求财，不求命。对，赶紧把钱交过来。不要啰嗦，我跟你们说。你们这样干是犯法的，嘿呀呀！等下我报警，让警察把你们三个通通抓走。行了，报警了，报警了，不要报警了！佩了，哎呀，想不到你们几个这么好的，打得我这么痛，还报警你啊？行，既然你们这么好，我就把我身上剩下的那么一点点钱全部给你。给你就行，别要再打了就行。来，哼，嘿，干嘛？还有没有？钱已经全部给你们了。干什么？哎，这乱摸乱摸。啊！你识相的就赶紧把钱抽出来吧，要不然你那个狗命就不保了。想不到你这个女的这么漂亮，就干这种事情呢、啊，可是。违法的啊！违法，从我都不怕，我还怕违法呀！六一百，我不，完了，不要乱摸，摸了不好。我告诉你，输了就掉条路，今天你等于破财消灾。如果你嘴巴不听使，乱讲话，以后让我们碰见你。我要你小命不保，对，就是，听到没有？真的，真的是，老搞不赢的水平了，这点就赢，还不错，哎，对，哎呀，这么多钱，哎呀，下次上来就乖乖拿点走，你看这么多钱，我就，这，这位美女跟着我们干，就有事赚点快了，对。你们今天等着继续下一单目标啊！对，今天再搞三单，我们就收工了。必须了，晚上我们一起去蹦蹦蹦。这个钱来的那么轻松，必须得干，走！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我今天以为一路头瓜晕了，想不到一路仙人跳了。哎呀，我吓死，差点小命都不保。对了，赶紧报警，要不然等一下就不花肉杀一个人了。赶紧报警，不能让他们继续过坏人了。喂，有人报警中心吗？